小子，因何受爵？为国效力，收复失地，平息战乱，安居百姓。你恐怕还不够格。在我心中，大元百姓的未来比名利更重要。你要质疑，我便让你看看够格的真本事。没想到陈锋能覆灭列家，眼下他晋升爵位，只怕日后威胁更大。与其惶惶度日，不如先下手为强，将他除之而后快。